搁开大间诶吗？应该毋是，你干呐开即、這个即、這個、大生仔有毋是啦？你洗一底啊嘛爱穿哦，你毋是讲洗长头较会较有效？洗头呢？长头啊较外。啊，但是安尼较好，较好坐啊，较麻烦着，遐个刷好，个刷拢来个薄刷，或者个掉掉，遐停掉，遐停两只。不是，我就要这个钱落来底。内底面钱会崩起来。嘿啊，这个钱落来底，伊就袂所谓。我都拔啊，你变哪拔？你哪会都拔？你拖在关节拔，安尼翘个那拔会掉。天个，就许个死个头啦。本来嘛，无啥咧拔啊，你无看。死个头。无，甲无绑着，搁留个头前钳是同款，四个头甲吊咧，吊正啊，正正是甲吊，就无大家拢吊，大家错。啊，咱即台换台有需要换无？你免咧讲咧，变啥？嘛毋是真正外胎的问题啦。哎，就真正爆胎啊！爆胎对啦，嘛毋是本身外胎的问题啦。啊，真的是爆胎啊！搞着物件咧，有可能搞着搞另外的物件。这物件嘛会啊，然后迄个物件久的就会爆胎，我不爱信，对。搞到嘛，有可能会崩啊，对。那超载嘛，超载嘛有关系，超载嘛关系，超载门太阳关灯啊。不过伊超载伊两个囡仔红的啊，迄个外重。有重，但是伊平常时原来关灯嘛有关系，啊搞到物件嘛有关系，啊确定的，确实的问题也毋知是倒啊，对。不要讲高速公路拢咧炸迄轮胎咧检查。